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男人当机器用，女人当男人用。吴小浩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你原来的工作多好啊，今天去接坡镇报道，早上出门之前才通知我一声，你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这是谁给你的勇气啊？这是尤浩亮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，就算我提前和你商量，你也不会同意的。我已经去接坡的路上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就不能理解我支持我吗？我还不理解你支持你啊。吴小浩，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是不是一直把你捧在我手心里？可是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做这么大的人生改变，吴小浩，你有考虑过点点吗？你有考虑过我吗？我是犹太的，是点点妈妈，但我还是我自己。那我还不是担心。哎呦，就像这淋浴，方向转错，水深火热。就算水深火热，我也认了。那点点呢？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负责生，你负责养啊。对，孩子的确是你生的，也的确是我养的，而且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，并没有因此而后悔。想着这个家，你现在是不是想把点点彻底扔给我，彻底不管了？我什么时候说我不管点点了？好，你管你管，反正这么多年也一直都是我错，你永远都是对的，是吧？你知道乡镇的工作有多难、有多苦、有多累吗？啊，拆迁、维稳、环保，哪一样你能受得了？你看看那些乡镇干部，有周末吗？有节假日吗？上下班有准点吗？明知道是个坑，你怎么能不顾一切的往下跳呢？回来吧，安逸的生活，平凡的工作，有什么不好吗？一回比一回多，这怎么收场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放风筝断了线，没辙玩了。这比前几次闹事的人多了。就是贺镇长平时对他们太宽容了，得寸进尺，这是。老金嘛，我们啊这边出事了啊，你呀、啊、多带点人过来啊，然后呢多带几副铐子啊，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抓人的。你抓谁呀、啊？老金，你等会儿啊。那不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吗？你还抓人，这叫聚众冲撞国家机关，违法上访，完全可以行使拘留嘛。什么情况都没了解清楚就开始抓人，关键是今天上午要过来检查呢，你说出现这种情况这怎么收拾？你不用就老这么去打电话，这你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吗？是不是？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个老金，那你先别过来啊，你万一躺倒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解决？说的是，跟我去。这。锁门干什么？钥匙呢？开！钥匙被他们抢走了。谁钥匙拿出来？快点！唐金宝是不是在你那儿呢？不，我真没有，镇长，我都不知道来干啥。他们说发钱我才来的。你真发钱？不是你不信你摸，你少扯吧你啊！你蹦着高你就来了，还不知道什么？闭嘴吧你啊！你们两口子干什么呀你们？那钥匙在谁拿？你告诉我，在谁那儿呢？我没拿，在谁那？不知道。看我干什么？拿出来！镇长，您怎么能觉得是我拿的呢？怎么不能怀疑你？不是，我自从从北京回来，自我要求很严的，这违法犯禁事我怎么可能干？你还说你是在北京回来呢？来干嘛？你北京回来，你就这是素质？镇长，你谁拿了？镇长啊，他这儿呢？不是，哪儿啊？你这哪儿啊？不是哪儿啊？你拽着我干嘛？我没拿，我真没拿。这是吗？这什么？这是我家猪圈的钥匙，你松开！我告诉你，刘一刀啊，上次那个事儿还没处理完呢啊，你自己掂量着办啊！哎，谁呀？谁放我口袋了？这不干嘛呢？在演吗？你说有意思吗？这你这说干嘛？好玩吗？这样似的，来，手，那别把着了，那个手一会儿夹住了都怎么跟你们讲啊？咱们政府啊，对咱们村这个整体搬迁呢，就是考虑让你们搬离那个穷窝子。你过去那泥巴墙、那石头房子，然后你支个锅，完了就铺张床，那穷日子还过上瘾了吗？就喜欢过那种穷日子是？这哪把钥匙？哪把？来，保安来，咱们有的时候跟别的村都不能比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是地理位置好。他那有的是项目建设需要，有的是做商业开发，咱们村能行吗？穷乡僻壤的那个搬迁。
完全是国家财政倒贴钱呢。就这么好的事你说为什么不搬呢？镇长，我们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能耐的人都走了，就剩这老头老太太的，能搬得动吗？是啊，镇长，你看啊，这个把这个补贴发手里，好吃好喝的，快活一天是一天，不挺好的？哎，常进宝，你说你自个儿的，你别带着大伙儿啊！你不想搬，我卖你。就是啊，你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不饿，我们行吗？那怎么都对上我了啊？你们是不是忘了今天来干啥了？行行，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我跟你们说呀，以后搬到新社区了，你交通特别发达，然后购物也特别方便，然后家家户户都可以安上暖气、燃气，你们想象一下，那日子多舒服。镇长啊，我给你算笔账啊。水费、电气、暖气费，想想我都难受。哎呀，我生活成本就你难受，你就等着那种天上掉馅饼，蹲在墙根晒太阳，等着政府宋小刚就说你这种人呢。不是，你这顺口溜咋都是给我预备的？那山村薄地破棉袄，媳妇来了都得跑。到现在没娶着媳妇，你还好意思在那笑呢？等回头我到村里面，然后咱们再细聊这个事儿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咱下下回。村长，我们相信你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你有时候说了不算呢。不，贺镇长，我们不难为你，我们要不然这样，你把周书记找出来，我们跟他说。咱们文明有序的啊，就是素质好一点，然后咱们一点点进去，然后上那等着我。别走，在这堵着你是吧？来，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是了，这好，上车慢点，慢点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我跟你开，我跟你开，你往里走。我听你说呀。没事吗？妈妈，你们新单位的人怎么这么凶啊？不怕啊，没事。你往后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开着拖拉机横冲直撞的？你把这个车躲在门口，你说我怎么出去吧？你也开得太猛了吧？这多危险呀！就是，这旁边这么多人呢。你不躲在那儿，我就直接开出去了。那你要躲在那儿，这可不安全吗？那你也不能开这么快啊！来了一个马戏团吧，哈。这个可比那个好玩多了。哎呦，我关键是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他这有那么好笑吗？啊？基层工作这么艰难，啊？有那么好笑吗？你要不要去试试啊？哎，不是，老李啊。你这个不分场合开玩笑的老毛病得改啊！是，那调查组马上就来了，你不说准备好了吗？这就准备成这个样子。石屋村不是说异地搬迁吗？这不贺镇长在工作吗？哎，你怎么还笑呢？我没笑啊。你不能说因为要退休了你就放任自由啊！你给年轻人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头啊？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？是，不是我说你谁呀？你怎么跟我们贺镇长说话了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您是贺镇长啊？啊，对，你到家吧，到家吧啊！我是吴小亨。放你了，这政协刚考过来的吴小浩。哎呦！哎呀，吴小浩同志！哎呀，小浩同志你好啊！你好，贺镇长。我是东城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欢迎啊！你看现在到门口这个事儿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那个那什么，主要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石屋村呐、啊、异地搬迁，但是有些群众啊对这政策呀、啊、他不是很理解，所以就闹出这点事儿。咱不在这聊，来，咱们出来。你们大领导，大领导，我你们大领导，大领导，让我看看，哎呀，
真不好意思啊，吴晓同志，你看，是不是有点意外哈？但是这一切都是情理之中的，你看，这个咱们这群众对你这多欢迎啊，这份热情。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哈，你，啊我不是说你丑，不是说你丑，反正早晚都开始工作，然后认识一下，完交流交流行，怎么样？哎，不是，我这光着屁股拉磨呀，转着圈儿丢人呢。这怎么还闹上情绪了？赶快去干这个。是我闹情绪都习惯了。哎，要不我去干吧。啊，没有，你说你去干什么去了？那店总来电话了，今天暂时不过来了。哦，过来了啊，不过来正好，那么多老百姓堵在那儿，没法办。这领导就是好啊，这省大伙吃西瓜，还帮我们解决问题。就是徐冠云，哎，你看人家大领导就是不一样啊，听个意见，人都是这个，你看。丢不丢人的那叫笔记本，人家大城市来的领导那就是跟得上时代，是吗？领导咱别吃了，咱赶紧开始吧。哦，没错，咱开始。嘴短，你还是把事儿说清楚了吧。这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吴小蒿，是通过干部遴选从区政协文市委考到咱们政府的。我的基层工作经验呢比较少，很多方面需要向大伙学习。没事，年轻，我们理解。领导，您这向我们学习就太假了，这您是过分的谦虚，就是骄傲。对，骄傲太骄傲。咱们说正事哈，你真能给我们办事哈。没错，不瞒大伙说，其实我跟你们是老乡，就是隔壁村平湖的。隔壁村啊，他也平湖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平湖下过来的。是吗？哎呀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贺村长也是本地人，跟你不太一样。我父亲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民，大家就把我当成你们中的一员，我就是你们的代表，有什么话敞开了说，我都记下来。真的？那我咱能说吗？我先说。这么的啊，我跟我老伴儿啊，都60多了，奔70的人了，是吧？儿女啊，都在城里边打工。家里面呢棺材也置好了，你让我们搬那小区去，我这棺材搁哪？我们都那个石头缝里边种的树啊，根儿都扎那儿了，你说让我们搬不断了根儿了吗？就是啊，因为我们这些老骨头说哪天就没了，死还死在自个儿老屋里边多好。强叔，强叔，别老死死的了，你这大早晨不说那个这事儿，那个我说啊，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们家庭成员的构成啊，我媳妇儿，我还有一儿子一闺女都在城里上学呢，四口人。对对对，别看就四口人，我养了40多头猪呢。我那猪养的，我告诉你，不是跟你吹，十里八乡都有名，专养那溜达猪。这要是搬到楼里去了，我那猪那上哪儿溜达去？你恨不能跳广场舞去吗？哎，你们看，你看。还吃起来了，还吃的挺美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个小蒿副镇长还真挺有一套的啊，来了就跟群众打成一片。哎，我们有时候工作还真需要这样，和风细雨啊，润物无声。哎，这个小吴跟贺镇长啊都是当地人，这工作起来啊方法还真是不一样。哎呀，人民副书记点我呢啊，这怎么不一样？哎呦，那贺镇长那是。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严密的意思啊，是说咱们这个领导班子里边，你看都是些大老爷们儿，素质大业的啊。我们干起工作来，其实啊，还真需要这么一股，你看，就像这么一股涓涓的细流啊，挺好。哎呀，书记很看好新来的同志，你不觉得吗？年轻，方法巧，是吧？学历又高。哎，我说老贺，咱们下一步还真得好好培养培养他。但有时候这个学历高吧，不代表他的工作水平就高了。你看，有很多的年轻同志都是从上头派下来的，但是真是没有几个能在这儿扎下根的。对对对，贺镇长说的对，
没几个能扎下根的。嗯，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个意思，你这一说，我严密啊，啊，怎么我听这意思，你跟吴小豪熟悉啊？不，哎呀，我怎么会熟悉呢？这，哎，这不贺镇长刚才跟那个大楼大门口不是接触了吗？这，贺镇长开拖拉机，小吴开车，差点撞上。你不是要轰吗？你大伙儿都说差不多了是吧？我也都记下来了，还有别的吗？嗯，别的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，那我说两句行不行？好，你们说这些啊，我觉得都挺有道理的，我也很理解。这搬迁是大事儿，搬的是家，迁的是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既然来找政府，我们对政府特别信任。我来的时间比较短哈，大伙儿给我点时间，只要给我时间，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话说的我们心眼里去了啊。对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，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你到底是什么职务，就是什么领导啊？就你多大官？多大官？我是咱们镇里的副镇长，我叫吴小豪。副镇长？副镇长？镇长还给咱？那您是啥意思？你比那个就周书记还有贺镇长还能管您呢？那是我领导。这个瞎子点灯就白费蜡了，白说半天白说了，这是。乡亲们啊，欢迎你们啊！刚才小豪同志的话呀，我们也都听见了。啊，大家的这个诉求和你所有的一些想法，我们作为领导啊，我们一定会跟贺镇长我们一起啊，好好考虑，尽量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啊，请大家一定要放心啊。大伙儿听着了吧？书记刚说了，肯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好，好，谢谢。经组织研究决定，任命吴小豪同志为杰坡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，我们再次欢迎。吴小豪同志曾经在咱们区政协文史委负责文史编纂工作，他很有才华呀、啊。哎，他写的书你们谁看见过吗？哎，已经看过了，书记。小豪同志一来，那就跟群众打成一片，非常好。我今天看到你跟这个石屋村的村民聊得那么好，我都没忍心打断、啊。第一天来就能跟大伙这么聊，我觉得挺高兴的。是的，现在乡镇基层面临着这个经济发展啊、生态保护等种种的这个困难挑战，这正是锻炼我们年轻干部的一个大好的舞台啊。所以我们迫切的希望像吴小豪同志这样有文化、有干劲、有方法的新鲜血液充实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来，给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啊，在管理上啊，在领导方法上啊，提高一个层次，提高一大截。至于你的这个工作分配安排，我跟贺镇长都商量好了。老贺，你宣布一下。好。因为这个吴副镇长是刚来哈，这第一个首先是得熟悉一下镇上的各种情况啊，各种环境。是。第二呢，我们想让吴副镇长啊包联这个安澜管区。这个安澜管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它是在我们镇上发展比较好的，就比较靠前的，尤其对这个新来的同志就上手啊就更容易一些。小豪同志，你说两句。啊，好，大家好啊。我的基层工作经验比较少，以后呢，大伙都是同事了，就多帮帮我啊。我之前的那个工作经历刚才书记也说的差不多了，我也不多说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看过我的书？不可能，我那书没人看。哎，吴副镇长，我还真看了，而且是昨天晚上熬了个大夜看的，资料非常详实，而且情真意切，写得很好啊。我说话比较直啊，这嘴甜的人是不能深交的。这个说话直的人啊，往往内心是非常善良。我这说话不过脑子，真的就比较简单直接。哎，我倒觉得呀，这个说话简单的人啊，分为两种，一种啊他是真简单，
有一种人呢，他就是深不可测，你知道？我是对事不对人啊。那个接下来啊，我想问，哎，你先别说，我还没说完。刚才我下面不是跟那个群众有聊天吗？我觉得他们提的那些要求是挺具象的，挺好的。总结起来其实就两点，一点呢，年纪大了，故土难离；另外一点就是觉得这个搬迁费太少，想提高这个补偿款。这个吴副镇长是这样，因为有些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这个石屋村呢，它是区里面挂了号的这样的一个贫困村，因为过去是什么呢？过去是靠送钱送物这种方式是治标不治本的，因为这个村子它是在大吉山的这个挂在这个半山腰上，因为由于地势这个原因，它种什么的它就存活率都很低啊，所以这个村里面人他就是没有出路，全部都到外面去打工。他现在原来他这个村子里是什么呢？是大概是什么387户，现在呢常住的就只剩下83户了，而且是老人居多。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，所以你为了彻底致富的话，只能是异地搬迁是最好的一个方案。啊，镇长，这个异地搬迁确实是最好的方案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深入了解一下？我们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，我们才能帮他们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那些老人对老屋的这种眷恋，还有这些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。哎，小吴啊，对，吴副镇长啊，我觉得你这个话就没必要给贺镇长说了。这贺镇长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个老基层了。你说全镇每年这个村子他都不知道走多少趟啊。村里边有几个能干事的，有几个扎毛的，谁是什么情况，各家有什么事情，他都在他心里边呢。我觉得你是刚到镇上，你就没刘书记，啊，这你就不了解了啊。小吴副镇长，他能跟群众迅速的打成一片，他对群众的基础是熟悉的。你是平湖的啊？平湖的，啊，对，你看他是平湖村的，所以他能瞬间的跟群众打成一片啊。那个老贺，你接着说吧。哦，是我打断了是吧？对不起。我突然有个想法哈，我没来得及跟这个书记去沟通哈。因为我们大家都刚才都看到了，你看这吴副镇长这刚来，有激情有干劲，你知道吧？能不能这样？咱们这个石屋村异地搬迁这个工作，就交给吴副镇长吧，怎么样呢？你刚才说是把阿兰的工作交给吴副镇长，那您觉得呢？啊，没问题。我刚来，希望尽快融入到工作中去。好，哎呀。吴副镇长真是很有激情，啊，很积极啊。那好，石屋村的搬迁工作就由吴副镇长来负责。哎，好。弟妹，这是衣锦还乡啊？啥衣锦还乡啊？就是想让他在基层锻炼，待个一两年，回去之后啊，往上再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以后跟弟妹就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反正以后少不了给川哥添麻烦了。他这性格吧，他不像我，大大咧咧的，什么吃亏上当占便宜差不多就过去了，无所谓。他吧，他爱较真儿，他什么事儿呢，总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黑是黑，白是白的。这种性格当然做工作肯定是没问题，但是不太适合做生意。所以这么多年咱俩生意上的事儿从来都不干。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，咱俩呢是朋友关系，跟弟妹呢是工作关系，以后我全力支持他的工作。不聊他们生意不就完了吗？是这个意思，要不说咱哥俩有默契吗？哎呀，亮子，你不知道我每次到这码头上走一回啊，我都特别感慨。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，这个安澜的小渔村，啊，能发展这么快？你看看现在这人气儿。你当家这10年可是安澜发展的黄金10年。哎，川哥啊，那个有个事儿，可能你最近比较忙，也没顾上了解啊，就是咱们这个月的订单比上个月。就下降了不少。哎呀，亮子，现在这生意不好干，生产量一下来，你那物流公司肯定受影响。是是是，这个我懂，所以我就想着说，咱俩那股份的事是不是？哎，亮子，你选点这个，这都新鲜的是吧？中午咱俩喝酒，来来来，来给我称一下这个，来来来。Thank you.
难道我真的做可能？吴小浩，这把带坑的椅子属于你了，你千万要坐稳了。李副书记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一大堆。嗯，哎呦，我过来啊，就是跟你交接一下工作。这工作刚才会上都安排完了吗？哦，是这样，分管这个安全生产的这个单副镇长啊，去党校学习了，他这块这个工作一直是由我代管的，现在你来了，我就把安全生产的这块工作交给你了。安全生产？啊，刚才会长好像没说吧？啊，这个周书记啊跟贺镇长之前都定好的事儿了，那要不？咱俩过去再请示他们一下。哦，那不用了。好，你看吧啊，咱们镇上54个行政村600人，涉及到安全生产、道路交通、旅游消防、化学危险品等安全生产工作，材料的都在这儿了。这么多？哦，还有啊，那个一些电子文档啊，随后我传给你。还有？安全生产无小事啊，行，那咱俩就算交接完成了啊，祝你呢工作顺利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个吴叔啊，对对，你叫那个吴什么来着？吴小浩。吴小浩，这个名字好，怪怪的啊。那个我在这个镇子上工作呀也几十年了，我明年啊也就退了。镇上的大事小情啊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你要是想知道什么，想了解什么，随时来找我。好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都同事，你说好谢，我还得谢你呢。哎呀，好，年轻啊，年轻真好。他就是给我们带来一股清流啊，我们对这个年轻干部啊。一定会让他们到第一线好好实践啊，给他们锻炼的机会。您放心啊，好，我到您办公室当面汇报去啊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什么事？难道你跟书记说嘛？这将直接把安全生产直接交给人吴小浩了。什么？新来的那个？不是那个周书记，是这样的，我，你看这件事儿，咱们开会之前咱不都说过了吗？早说好了吗？说等到新的副镇长来了以后，我就把安全生产这一块就工作就交出去了嘛。关键我们现在会上还没宣布呢，没宣布，然后你就直接转交接了，就你自己就决定了。我还真想了，你们是考虑的很周全的。我还想把这工作提前这一块替你们做出去呢。你看刚才你不是还打电话说要给年轻人多点锻炼的？我刚才打电话是跟领导说话，那是跟你说话呀。咋的？是我确实做的有点太着急了。但是说句实话，周书记啊，我代管安全生产这一段啊，我每天回家都提心吊胆的，我都不敢听电话响。老李啊，你都干多少年工作了啊？吴小浩同志人家是个新同志，他又是个女同志，来到咱们单位，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一下就推到人家身上去，而且这一摊麻烦事是特别多呢。你这么仓促的交给新来的，这真不太好。是，我这一点是做的太着急了。既然这样，哎，我就想一个挽救的措施呗。你看这个主管这个安全生产这个单副镇长，他不是在外边学习，很快就回镇上了。到时间这个吴副镇长啊，再把这个安全生产这块再转回给他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既然已决定过了，那就补个宣布程序。行，书记你定，你同意了我就没问题，就看着新来的吴小浩能忙得过来就行。贺镇长，他是新来接收的呀。
杜书记，哎，晚上我再约两局啊！我这回我想办法，我得赢你。你给我打电话干嘛？有什么事回家再说不行吗？郭小浩，老师说他一天都没来，你把脸脸带哪儿去了？喂。不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你能不能别再这样了？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呦，好了，你别在这嘚啵嘚嘚啵嘚一直说了，行不行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虚伪啊？啊，是我的错，怪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你的错，这就是我的错。我要是早上不给你打这个电话，不给你添砖的话，你也不可能把点灯忘了。你别说了。没事，我保证再也不会这样了。我有点害怕。不怕，媳妇儿，天真肯定会没事的。之后，我的心里就落下阴影。只要来医院，这就害怕。我当时记得，你们三个孕妇一起进的产房，可就你在里边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，我心里那个慌啊。一会儿靠着墙站会儿，一会儿看哪里蹲会儿，我就总想着，这产房的门咋还不开呢？可是我又担心，这门一开，大夫从里面出来问我，说你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我这心里啊，就一下子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我说你们这心也太大了，怎么能把孩子放在车里呢？我女儿怎么样？还好，孩子没什么事儿。啊，像你们这样的父母还真是很少见。啊，都在忙什么呀？这幸亏是没事儿，这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得后悔一辈子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以前只有在国外报道才能看到这种事，今天让我碰见了。伤着没有啊？胳膊麻不麻？嗯，来，妈妈。啊，我有点困。困呀？来，姑娘躺会儿啊。来，放好啊，盖上。点点，是妈妈不好，对不起啊。妈妈这次做的特别不好。妈妈不怪你。点点真好。妈妈，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？可以呀，来，点点有什么要求，妈妈都答应你。想去哪儿玩？想买什么玩具？你喜欢什么，妈妈就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上学，我要爸爸送我。点点，
困了就睡一会儿啊。媳妇儿，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哎，今天这撮合不是我犯的，我不已经道歉了吗？我知道你道歉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这事是我不对，我也没想啊，我怎么就把点点锁我车里了呢？我这一天我一直在自责，一直在内疚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点点今天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多难受啊。我怎么不爱他了？我很爱他呀。我记得我怀他那会儿，37周彩超脐带绕颈，我就怕勒着他。我天天吓得晚上做噩梦，又不敢告诉你，我怕你跟我一块儿着急上火呢。然后我就在床上蹦高，我想早点把他生下来。结果后来早产了20多天，生下来就5斤多，就那么一点点，所以咱们给起了名字叫点点。还好点点健健康康的。从那以后我就想，我不期望他别的，只要他平安健康就够了。你离我那么远干嘛？点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总是跟我说爸爸，点点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就是妈妈，点点呢也最爱最爱妈妈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呀。所以说今天这事儿啊就过去了。我以后啊不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。你说你来了还从食堂带几个菜，家里什么都有。哎呀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是想你那个做白菜馅大包子了。但今天不行了，来不及了。下次，老范，单副镇长去学习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还得一段时间吧？怎么想也问他。哎呀，我不想嘛，这个新来的吴小浩，这主抓安全，我这心里还是真是不落底。咱俩真想一块儿了。你说这吴小浩啊，这第一天来上班就能把孩子忘在车里了，你差点出大事，太吓人了。你把这个安全的事交给这么一个不安全的人来管，实在太不安全了。是啊，我就想当初你说一个女同志肯定做事很细心，连续先把工作交接给她，我就想让她试试的，没成想她太认真太专注了。太专注就出事了吧，也不知道把孩子送医院情况怎么样。所以我就想跟你说呀，这个吴小浩还年轻，有的事儿你还真得盯紧。是，你想想这半年咱们这里出了多少事故。大年初七就一闷棍呐，原来绿化车翻车，紧跟着那小煤矿就中毒吗？这要来第三个事故啊，一票否决，咱一年这工作就白干了。嗯，说的也是，安全生产是大事儿啊。我参加考试是有原因的，只是没跟你说。我以前编鱼城文史，一年出本书，我还挺骄傲。那是我职业生涯里唯一一点案例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那些书啊，要么被人拿去包东西，要么垫饭盒，要么盛瓜子皮儿，连我自己都嫌烦。从办公室搬到会议室，从会议室变到仓库，从仓库又要搬到别的地方。后来我一生气就拿去给卖了，4毛钱一斤，沉甸甸的。从此以后我心里那点骄傲就没了。我努力读书，考大学，考公务员，一步一步往前冲，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没停下来过。我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结果呢，我只是活在自己满足的假象里面，所以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？你呢？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
我想要的生活里面有你，有点点，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，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，仅此而已。我总觉得这个小豪副镇长啊，经验少，到关键的时候，咱们俩一起抓吧。哎呀，咱俩一起抓干什么呀？人家区里派的同志没准越干越好呢。哎，咱别给人带偏了，就。你放心啊，我替你盯着他。反正我这干工作也是为你干的。你为谁干呢？我向你负责，放心吧。差不多。哎，贺征没回来？那、啊、他上那管子就行。我给他，不用留过来。我给他钱了，晚上在追销附近吃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么多年，弟妹走了之后呢，又当爹又当妈的。孩子现在大了，也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。